我是讲啊，你这趟到110年1月30号，台北站，台北站，21:10的报道是，是2017宜兰县港北河的 EMU 修站下724号圈的站，台北站，关闭正门驶离。这一次将沿线看北河的圈子，要秋山将秋山把圈子冻死，能够直接拿完吗？好，再来是1579/1262次开往基隆的1500行程，1579/1585区间车。讲一个字就那机电改的用500行程的动力站，车站11，谢谢各位，再见。